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听过卡布，然后也能够认识周深，然后非常感谢你们在这儿能够来听我们唱歌。然后我知道很多都很辛苦，很早就来了，而且中午太阳都很大。你们还好吗？啊！你们喝水了吗？没有。那我也不喝水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我自己的歌里面风格比较少一点的，会比较嗨一点的。然后是，就是你们每次都说啊，深深你说的本命，我只有你一个本命的时候，我就会说这句话。我是你的谁？